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爸突然犯心脏病了。爸，给您三个选择：安摄像头，把我当节目看啊；找保姆，孤男寡女住在一屋里边，算怎么回事？那您就搬去跟我一块住吧。我跑到别人家当客人，我别扭。我不是你亲闺女啊。是亲的才不去呢，远香近臭，咱俩人这脾气，这个距离正合适。我想去养老院。本周日晚间8点，《三十而已》就在 TVBS 42频道。